日前，在中国戏剧学院举办了张韵流芳优秀青年教师红颜张派经典唱段演唱会。红颜是中国戏剧学院附中的教师，目前在中国戏剧学院就读研究生。一些张先生就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南梆子，四平调，以及就是按照年代来分的话，分张先生早期的、中期的，还有最后中晚年时期编的《娄山关》等剧目。红颜当晚的演出吸引了京剧界不少的名家前来观看，他们对于红颜在传承京剧张派艺术方面所做出的努力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我们张派的教师队伍中有这么优秀的老师，在这个不断的使张派的艺术里边流淌的新鲜血液，我特别激动，希望他们把张派艺术传承这个发展创新。蔡英岩教授是红颜的指导老师，这场演唱会也是他在教学成果方面的一次展示。我40年代跟张老师学习，不仅仅是蔡英岩老师的教学成果，我觉得是我们戏曲人、国戏人对传承的这个工作一个检验。我就觉得青年教师要奋飞，但是呢，我也觉得他们也很需要党的培养，观众的支持，也很需要，就是说经常给他们这种机会，我就觉得他会更好了。